朝鲜大王哦。只有一天吗？快吃喽，等会儿。什么肠粉来着？叉烧，叉烧的。叉烧，再装上去。这边这个不切菜，还有自己。这是个自己弄啊。啊，我累了。好好吃呀。鸡西哦，对，你看，这看着特别好吃。还有国内的感觉，这个，又无敌了。我的最爱来了。上次我们点的不是这个吗？你们在别的地方点的这个啥呀？上次你点的好像是虾牛肉，是吧？对，就是。我看看这个，吃不出来这是什么酱？芝麻酱吗？不是吧？芝麻，还是放了蚝油拌了点。好了好了。太咸了这个。还是老油条的炸量比较好吃。我点的怎么样？对不对？还不行。这些都没有踩雷。今天特别好。回来试试好了。那就是个鸡米花。对。对，但是你们是在脆骨的鸡米花。刚出鸡米花的时候，见过10块钱一大盒。边吃作业边吃。作业的时候不能老一起吃。然后最后快吃完的时候就没吃。你看，今天小盘小盘这样。你先咬一下口，你不舍得吃完，先咬一下。小时候都这样啊，一小口一小口。还有手拿着。叉烧没有牛肉的好吃。因为它叉烧做的不难。可能还是得吃虾和牛肉。一般的。耶，今天我们要去做西饭。天气还行。冷。我戴了帽子，要不要？你有戴吗？有。往这边走。怎么那么特别啊？之前不是这样的。好多人呢、哦。直接进去。还有3分钟来、啊。就去了，到那边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去那个 public market， 他出来就是 public market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在那里逛。然后就回家。逛了，我们就回家啦。OK， 开始拍照了。他们从那边出来。他们在那边出。哦，我们在这边上。呀。你可以骑车。对啊，车什么都可以带过去的呀。你随便看谁眼熟。你可咋看谁的眼熟？嗯哼。Hello。开的真稳。Yeah。 那个吗 ？Tech and Daryl。好多人呀。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一个标识在哪？对啊，那个 logo。确定今天开门了？好不容易坐个车过来，然后没开门。Bye。No？ 哇，这里好多鱼。熟悉了。这个是我跟那个哪个交的？快递外人的哈。哪里？我不想吃烤串串，不好吃。哎，我要一个。好吃。